现薄，超鲜，最好吃的胡椒无锅鱼，哇，这感觉很好吃哎！哇，爆了爆了！还有，我会记得，这两篮就好了。你要做旋转木马吗？那我可以拍到高跟鞋，他有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是全世界最大的高跟鞋造型建筑物，清洁费20，现拍现艺，蓝色的，不错，这个上次来吃的这个，杏仁果蛋，还没被他记住。欢迎来到 Main Life， 今天带 Vicky 去东石吃鲜科吃到饱，然后吃完再看看附近有什么好逛景点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出发 ，Go Go！ 我们到了，我们来吃。豪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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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说豪宅，豪宅，豪宅，走，现婆，超鲜。炭火烧，窑烧的鸡。海的味，真的物。来这里就是要吃海鲜啊！看一下，这里啊，吃到饱两人，200。好啊。看一下有什么海鲜。这种蛤蜊是怎么可以吃烤吗？应该是。要生蛤蜊。点了生蛤蜊、鲜虾、水莲。川烫中卷，还有最好吃的胡椒无锅鱼。这个他已经帮我们画了吗？对，两个。一篮换一篮。哇，这上菜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这超好吃的，哇，这感觉很好吃哎，川烫就是赞，太好。嗯，超嫩的，真的。哇，爆了爆了！先吃啊。越来越多人了，现在应该是很多人来吃。还有，哇，第二龙，北叶。开始。
近的。完食了，吃两篮就好了，太多了，吃不完。好了，我们要去下一站了。下一站我们要去附近，号称是全台湾最无聊的景点。带你去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物。好啊，看看啊。我们到了，觉得无聊吗？教堂。这里啊，这个就是教堂。不是啊。有一个透明的。对啊，反正这个景点就是必拍的，就对了。怎么拍啊？拍它的高跟鞋吗？还有叮叮小火车，是吗？有啊，有马车。马嘞？马没有马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呢，它那个站点话很少。还是等一下带你去另外一个教堂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教堂。其实人蛮多的呢。游客很多哎，不算少哎，对不对？你在拍你的外星人。有拍了，耶、yeah ！到此一游。你要做旋转木马吗？我可以帮你挖哦，可以帮你付钱。这有挖土机耶，这是冰淇淋吗？哦，售票处。这有什么海上巴士耶？上去是海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是哎。对，是柯田。不是海，这是柯田。觉得一栋这个 是有多少只鹤啊？大概好几百颗吧。那他们怎么捞起来啊？他们要下去采啊，等退潮的时候。你要喝什么？我应该喝美式咖啡。就它的一些景点，幸福乐园，刚好可以拍到高跟鞋。
停车地方，这里蛮适合骑脚踏车，遛狗应该也蛮适合。有啊，有狗狗啊，就是脚踏车啊，就带宠物来啊。所以这里会无聊吗？哦，我觉得 OK 耶。OK 哈。对，现在很热，这里有四颗星诶。我不无聊，为什么是谁说他无聊？他说这个幸福意向工程施工相当不易，有320片的玻璃完成的。然后它安装角度都不同，而且它有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是全世界最大的高跟鞋造型建筑物。嗨呀，嗨两位，两位啊，新旧房清洁费20，油源车100，你车要不要？我们到今天的第二个教堂了。这个教堂有那个南瓜车吗？对啊，去敲吧。这里也有人生四格哎，是吗？是不要拍。是啊，是把你手机的照片。哦，印出来而已。出来，你才这样哎。我可以帮你拍，然后都印出来。对呗。哇，有点脏啊！我已经有点脏，缺了一块。哎，有可能哦，它是那个是补的吧？是吗？是日本的纪念币。很像啊。不用有背景，好笑。掉下来了。一张而已，有了也好笑了。他的脸脏脏的，啪啪，没有灰尘。灰尘？现拍现印，掉出来了，这好像有点大张哦。因为蓝色的，还不错。很好看哎。对，等下要去下一站，在附近而已。开车5分钟，是这次的建筑物比较特别一点，它是盐田的建筑。到了，等一下来吃那个盐卤冰，上次才吃了2根，很好吃的。这个啦，上次来吃的这个好吃。350哎，这样拍下去很漂亮。对，吃冰，这个，两只，两只就好，40块，好，一些杏仁果蛋粉，只有这边才能买到的，先拍那个，好吃哦，还可以再吃一口，拍到冰都融化了，才在吃。那今天东石狮仙科跟台南一日游行程差不多结束了，我们要以咸冰棒结束今天的旅程了。这个不是台南，是嘉义。这也是台南的，我们已经到台南了。我们从嘉义开到台南了，完食，超好吃。好啊，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朋友就把你个喜欢；还没订阅朋友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